张丰富的表情，充满魔性的舞姿，这个只有9岁的男童全身都是戏，让全场观众为之疯狂。站上澳洲小小达人秀的舞台，尽管语言不通，照样是初生之犊不畏虎，连主持人都甘拜下风。他叫何雄飞，来自河南，因为一支跳舞影片一夜爆红，被网友封为拉丁小胖，还因此从大陆跳进美国 NBC 电视台。身高140公分，体重65公斤，跳起舞来灵活又有喜感。小胖当初会学拉丁舞，可是跟这大号身材息息相关。是嫌我胖，然后最后让我学拉丁舞，没想到这一跳我就火了。算一算，拉丁舞跳了1-2年，体重没减到，人气反倒大增不少，还收获满满自信。他说要在舞技上更精进，直到全世界都知道。我是拉丁小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